宜都会发展传统南亚的手艺，高雄市闽南区的贡献国小，不但请全校师生捡下来种木兰，也一部的传统南亚作品拿去做舞衫，代表高雄市去参加全国的舞蹈比赛。也跳的故事主要是讲教女捡下来服用木兰，也就生起来跳到动用心。买天来地杯木兰叶的包牙杯。公英国小十年小朋友，上网的展现，八十年来学习的成果。鲁迅读到本人社会太风太意，总要提前对木兰含起发挥敬爱精神，通过太自然的考验，让我越跳越起劲，然后感觉心情变得开朗，很开心，还有很兴奋，又有点紧张。很怕失败，所以就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回家练习。种、打电、染，最后还完成了戏剧舞蹈的再现。那这个整个过程，其实就是在教育我们孩子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一触可及的。闽南南音团系差唔多一百二十年，也经验了教坊味道潜多咗嘅传统，三万人服用木兰，马同中嘅歌声表现体乌头腔。秋天表演地不做个跳舞衫，马上有小朋友情书作为。我就找我朋友，他设计衣服，然后他做成半成品，然后我就教小朋友绑，教小朋友染，染了以后才把它车起来，车成整件的衣服这样子。那小朋友就是他们做的也是很有兴趣啊。做顿自家作为跳舞衫，跳顿自家一定属于生活场景，原本微小的小朋友。在舞台上展现的痴心，也是用木兰服药为主的故事，讲起嘛是面对困难而失望克服的精神。下个新闻整份，志工报道。